classmate right now, Ishigaki Island in the south of Japan, and I found a CEO in Taiwan and about to interview them.黄先生，对，那请问你是哪一家公司的老板？仲阳企业有限公司。OK，那你们公司是在做什么样的就是业？我是做那个天然的食品原料，就是食品添加剂。OK，那那个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，就是从零到就是有现在成就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故事。就简短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走上创业这条路，当初并不在我人生规划当中。我曾经上班有上班的五年，对，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应该有更大的舞台，就是之前的公司并没办法提供我这样的舞台，所以我在跟我的太太讨论之后。太太，他鼓励我来走上创业这条路。他本身也是一个创业者，对。那当然，在今年是公司成立第十二年，对。那在十二年当中，从早期就是我开始自己，那到目前我们有自己的工厂、自己的公司，包括一个新的工厂，现在的投资新建。 整个过程的话，其实我相信所有的创业者都会面对一样的一些问题，无外乎是可以卖不卖，可能没有，你有没有资金，可能没有，对。那这情况下，你们怎么做？当然是要回到你究竟的客户，什么样的服务来满足他们的需求？对。那就一步一步我们坚持过来，只是说在我们。 每一年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对啊，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成长或是稍微有点成就，我们就自以为是。OK。 对，我们还是过着一样我们比较简朴的生活。对，然后一样各位的问题，把它当成自己的问题。OK。对，那当然，这些问题是，不是你现在就知道，这些问题可能是三年我就会帮他解决。对。这样子的话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说？ 在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坚持，不要放弃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OK， 那请问，在这段那个努业过程当中，你觉得教育占多少？我觉得教育的比重，如果照我们这个行业来看的话，我会认为它占的比重应该60%。对，因为我们有一些专业的。 或是学校学的一些，就是关于食品相关的一些操作啦什么这些，但是当我踏入社会之后，我发现其实这60%是基本的，对，等于说学校学的跟外面社会是相当的落差。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可以怎么样弥补这个落差？就比如说。 我们先看台湾的年轻人，要怎么样才可以？要怎么做才可以弥补这社会上的要求跟教育给的落差？我觉得以我个人的建议或者是看法，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会比较安于现状吧，或者是说台湾有所谓的叫做小确幸，这个名字好像是日本这边过来的。 对他们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下午茶，可能今天比如说排队买了一个特价的东西，他们就觉得我生活中真的相当幸福。这个小确，就是微小而确切的幸福。OK。对，那我会鼓励年轻人做中学，会比。 你往就是，你要走创业这条路，做中学会比较重要。OK， 不是你念的硕士或念的博士，对，因为社会上要的产品和需求在学校是学校永远跟不上。OK， 那个到最后啊，我想要就是你可不可以？
跟全世界的年轻人说一句鼓励的话，或是就是像人生的座右铭之类的。我觉得大家眼光要放长远一点，放大一点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市场，以台湾来讲，台湾只有2300万人，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。我很鼓励台湾的年轻人，甚至全世界的年轻人，要勇于挑战这个所谓全球化的市场。Okay. Okay. 那给他们一个座右铭，我会觉得有人为成功之母。谢谢。啊，然后那最后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，在所有比如说食品啊、衣服啊、车子啊，或是酒类的，或是餐厅，所有你最一定要坚持的品牌是什么？你可以再解释清楚一点。就比如说，有些人穿鞋子一定要穿 Nike 的这样，但是戴手表就什么都没关系。那你有没有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品牌，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用那个品牌？目前讲应该是 OK。哎，然后这次非常谢谢你，可以就是让我 interview， 然后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。谢谢黄太太，谢谢黄先生，黄太太，谢谢。